点点还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除了点点还有这边有没有点以外，字体有它的本身自己的 logo 的，还有这个大小的不一样，字体大小不一样。对，这一条，然后传那个手机版，那说明是不是还要解一下？说这个有，这个是有距离啊，这个是没有距离。我们干嘛还那个太细了？就字体大小颜色也不一样嘛，哈、啊。它其实大范围就是这个字体不一样的。字体大小不一样，跟这个字不一样。这瓶是图片上的草原有白点，这是真品，假的仿冒的盒子，草原上没有白点。是假的。